大家好，我是徐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讲2014年 AMC 10A 的难题部分。好，我们看第20题：The product 八乘以这个8888 where the second factor has k digit is an integer whose digits has sum of 1000。What is k？那么这个是有 k 个，那这个明显是一个找规律的题。我们试一下，如果是88乘以8，比如说 k 等于2。它就会算到704，然后 k 等于3呢？八八六十四进六，零进七，71，k 等于三会算出7104，k 等于四呢又会多一个一，71104，k 等于五呢？711104，那 pattern 就很明显了。如果它的 sum 是1000的话，用1000减掉这个七加四十一。还剩下989，需要989个一，那么还需要加上一个二，就是 k，那就是991。好，第21题，positive integer a and b are such that the graph of these two intersect the x-axis at the same point，就说它两条直线刚好交在同一个 x 点，那么，what's the sum of all possible x coordinate of these points？那么我们就有 ax 加上5等于 3x 加上 b，那么这个是有 a 减 3x 等于 b 减 5，所以 x 就等于 b 减5除以 a 减3，然后把这个 x 放到随便哪个式子里面，比如说放到这个里面吧，3乘上 b 减5乘以 a 减3加上 b。会算出来 y 等于零，那这个我们算一下，a 减三，然后上面是 3b 减15，再加上 ab 减 3b 等于零。这个刚才其实实际上有一个 a 等于 3b 等于5是一个解，a 等于 3b 等于5，那这两条直线就是完全一样的，那么它交在 x 等于3x a 等于负除以3，这是一个解。然后再回到刚才这个的话，那如果 a 减3不等于0的话，那么 3b 3b cancel 了，我们就有 ab 等于15。然后又因为 a 和 b 都是 positive integer，那么它有1、15、35，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算过的这个5、3和15、1。那我们分别算一下吧。如果是15的话，那么 x 代入到这个里面，就是 b 是15，10除以负2等于负5。如果35刚才已经算过了，是负5 over 3。如果是53呢，那么会算到3减5是负2除以5减32等于负1。如果是151呢，会算到1减5等于负4。15减3，15减5等于负4，对，然后15减3等于正12，那么会算到负的三分之一。他问的是 "What's the sum of all possible x coordinate？" 把等等把它们四个都加起来，然后这两个是负2，负2加负6，负8。好，第22题，In rectangle ABCD。AB 等于二十，稍微画一下，两倍的长度，画的尽量准确一点。ABCD 这个等于10，这个是20。Let E be a point on CD so that CBE 等于15度。这个是个垂直的。What is AE？那么，what is AE？好，那么这个是一个75度，这个也是一个75度。它这个看着就 AE 比较像，像是75度，然后，这个是10，看着就比较像20。那实际上，我们可以，比如说，我们考虑一下，把这个三角形 EBC 给它完全折叠过去，完全折叠过去，
做一个垂直，一模一样的翻过去做一个垂直，假设这个点是 F 吧，那么这一段比 F 是10，然后这个是15度，三角角 ABF 是60度，角 ABF 是60度，然后 AB 等于20， BF 等于10，那么所以实际上如果你连接 AF 呢，如果你连接 AF 就会产生一个直角，因为它是一个10 20然后60度的三角形嘛，所以角 AFB应该是等于一个直角，90度的角。那么实际上两个都是直角的话，就说明 AFE 是在一条直线上，所以事实上呢，这个 F 点画过来应该是在 AE 上的，是这么一个垂直。那么这个角就是75度，然后角 ABE 本来就是75度，这两个角相等，所以 AB 应该等于 AE， 应该就等于20，也印证了我们最初的判断，所以你画图画的准确还是很重要的，大致就能看出来。好，第23题，A rectangle piece of paper whose length is 根号 3 the width， 那么假设这个是 1， 这个是根号3吧，它的面积是1乘以根号3。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3 equal sections along the opposite side，and the dot show divider to second divider. The paper then fold flat along the dot line to create a new shape with area B. 他说把它沿虚线折过去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条是一，这是三分之根号三，刚好是一比根号三的关系，所以这是一个30度，这是一个60度。然后这是一个60度的话，那么它折过去，它应该需要一个60度的角，这样折过去，然后60度角实际上它应该是这么一条线，折过去之后会变成这么一条线，这一段是三分之根号3，就是这一段是三分之根号3，那么这条折线的长度就是三分之二根号3，然后那又因为我假设这条边是 A， 这条边是 B 吧，方便来说，又因为 AB 这条线的长度也是三分之二根号三，所以 AB 折过来会折到 BA 一撇，它这个 A 一撇刚好落在这个角落的位置。然后再考虑，假设这个点是 C 吧，这个点是 D 吧 ，CD 折过来的话，应该是因为这是一个120度，所以它还在这里是一个60度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再来一个60度。会到第一撇，第一撇这一段是三分之根号三，然后这一段也是三分之根号三，这也是一个六十度，它又会形成这么一个小小的等边三角形 isosceles， 那就不管了。所以折过来之后，它应该会形成 D 是在这儿 ，A 是在这儿，而且这个会是一个直角，所以折过来之后形成 B 的面积应该就是这样的一块，这是 B 的面积，折过来之后，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块三角形给它补到这里，所以 B 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乘以三分之二根号三的长方形，而 A 是根号三，所以它们的比例应该是2比3，所以答案是 C。好的，看第24题。A sequence of number is constructed by listing the first four. 就他说，这个，我们看这个例子就行了。一二三四，然后先是四个，然后 skip 一个，再数五个 ，skip 两个，再数六个 ，skip 三个，最终他说到 n 加三个，然后 skip n 个。他最后肯定还有个什么一点 remainder 之类的，他最后他问的 what is the 这个 number， 那实际上相当于我们要把这些个加全都加起来，尽量接近50000，那么实际上有4加上 n 加3乘以这个4到 n 加3有 n 个数字，首项减末项
加一，对，有 n 个数字，除以二，这个要等于500000，那把二乘过，所以说 n 加七乘上 n 要等于 1 million。那么 n 实际上我们可以算一个比较接近的993吧，993乘出来会等于993，然后000，这个已经比较接近了。那么我们就考虑，把它这个擦掉，考虑 n 等于993，那么这个是相当于是996，然后这个 eliminate 993。那到目前为止，它的和有93000还要除首，加起来除以二，这个会算到496500，离这个50000还需要3500。那我们再往后数997、998、999，到这里加起来已经有三千减掉一二三减掉六，等于2994，还需要504就完成了。那么它这里还 eliminate 了996、997、99，不对不对，eliminate 了99减3嘛，994、995、996，所以它 eliminate 了这些。那么what's the，那需要把这些给补上就行了。所以最终的结果应该是这里的数字再加上一加到996，那就一加996。乘以996除以二，这个用计算机算一下吧，比较大，考试的时候需要自己算。996乘以997除以二，会这个东西会等于496506，那再加上这个500000，会等于996506，答案是 A。好，我们看第25题。25题，the number 这个 is between 这个和这个，how many pair of integer are such that？这个好像没什么思路，那我们就试一下吧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二的多少次，比如说二的一次，二的三次，是在五中间嘛？那我们试一下，二的一次。二四，接下来把二的次数列出来：二四八、16、32、64、128、256、512、1024，就差先列这些吧。然后五在这儿，五，然后25在这个中间，125，625。对，那我们发现实际上，这个是。二的 m 次，二的 m 加一次，二的 m 加二次，说明两个五的中间呢，需要有三个two power，需要有 three of two power。那这个你看，这里就已经满足了，就我们找到了一个。那实际上我们发现两个五中间，两个五的 power 中间，它要么是两个，它要么是两个 two power，要么是三个 three two power。那么我们考虑最后再考虑五的587次，这里条件里告诉我们的，这个他说他是在二的2013次和二的2014次中间，二的2014次中间。那么我们考虑，相当于是这是五的一次，五的两次，那么每个 interval，这个每个五的 power 这个中间，它有。587个 interval，然后每个 interval 中间要么是两个 power of two，要么是三个 power of two，要么是两个，要么是三个，然后最终它应该是形成二的两千，一共应该有2013个 two power。那么我们用587乘上二，这个会算到47。1174，它如果都是 power of two，有1174个，但实际上，是五百八，不对，这里写错了，867，
867，哎，我怎么会写成587的？867，有867个 interval，然后要么是两个，每个 interval 中间要么是两个 two power，要么是三个 two power。那么如果都是两个 two power，我们有867乘以2，会算到4进1，3进1，1734。那么实际上它需要2013个 two power，那么多出来的这些用2013减掉1734，会算到两减一下2013减掉，这个会算到279，哦，它还需要279个 two power，那这个就是由这个有。包含三个的 interval 带来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，因为有三个的，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嘛，所以就有279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